这又要去郑王庙，然后我们要坐船啦，想体验一下泰国的船，不知道会不会晕船。郑王寺叫什么名字啊？车这个文明寺。文明寺，他那个船开的漂移，是漂过来，你刚刚看到那急转弯漂过来的。Yeah, my lord. Yeah, what I lord? 75. 25. Yeah, two. Two. Which time? What time? 10 minutes. 10 minutes. Okay,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Okay, you went inside. 嘿嘿，买完了。哎，他那船开的好快啊！哦，他都开得很快的。对，他开得很野。这条是湄南河，好像不是湄公河。不是，这个就是湄公河啊？是湄公河吗？应该是的，就是它在不同地方的叫法。哦，叫做少拍耶河。少拍耶河是什么？这个是应该是泰语的说法。那是泰州。上船了！哎呦妈呀，真快！开起来快了，还是要检票的。你看，这黄亮，好漂亮，我觉得比大黄光好看。300泰铢一小时，折合人民币60元一小时。因为是在郑王庙里面换的，所以有点贵。如果是在外面的话，可能只要200泰铢一小时，差不多差不多。我们两个人拍完了，拍完之后两个人都不想动了，走，回家。哇靠！你看这个皮肤都已经出油出的已经。完全是油的了一塌糊涂。Hello， 我们的假头鞋已经，你看他脸上的妆，再看他的油，你就知道他已经不行了。我们即将半死不活的回去。给大家看一下泰铢，1小时300铢，但我觉得我们已经差不多了。反正我觉得那边应该也不会计时间。太假，应该就要看了。我们已经坐船走了，不会坐船了。你抵达了机场，然后发现每个国家的小孩都是吵的，然后我们去找我们的酒店接送机，先去酒店放下行李，然后今天想就在海边躺着吧。好了，我们酒店见啦，拜拜。这是我们已经到的酒店。来一次，啊，可以放四次眼睛，抵达。还有 barbecue， 就带着这个去就可以了。酒店的短驳车感觉有点像出租车，我们也算坐不出租车了。啊，出租车，反正是立省200铢。他这个出租车开的有点野啊。哦，怪不得要锁门。没有带泳衣来了，就是呀，这个好可爱啊！他这做了一个小象哎，把我的那个垃圾货拿走，然后给我们的小象拍一张，好可爱啊！旅游度假风，超旅游度假风。现在去哪儿吃饭呢？我们的 BBQ 定在了6点 ，BBQ 是订酒店的时候送的。怎么样？我刚刚游了一会儿，我已经累了。这种边池很好看，感觉像什么拍电视剧的取景地。啊，我刚刚就扑腾了2下，我已经累了。太行了。
太久了，有累了。来体验一下酒店送的 BBQ。快递要我买一送一，酒店的套餐。我们的 potato， 我们的沙拉。先发个照片回去发给姐姐，不发照片给姐姐，姐姐会生气的。姐姐要给我们留留，是不是？挺炸的吧？这是什么？已经快要把这张卡拍爆了，还有一分钟就要爆了。啊，我现在特别不敢拍，我还有一分钟要爆卡了。啊，我们的烤肉上来了，好厉害的样子啊！还有我们的烤盘。所以我们的烤盘是烤什么肉呢？它应该是烤完了，你可能想不到一个。烤肉在。就在这儿。我把四个盘放完，准备去点。好的。感觉不错哎，它这个好赞啊！我觉得这个完全能吃饱。我也觉得。他们的虾真的很大一只，超大一只，然后一串上有两枚这么大的虾。这是他们的猪肉串，然后两块也很大，超大。我觉得吃个一两串我都能吃饱了，所以量也太敦实了。